它的牛肉很劲道，然后味道也。为了提高竞争力，大马哥家又开始供应更多的牛肉做法。牛肉的主要方法就是蒸、烧、炖、拌、炒，每一种煮法选择的牛肉的部位都是不一样的。烧的牛肉就是烧的牛腩，土豆烧牛腩，萝卜烧牛腩。拌的我们是用的是黄瓜条，炒的我们是用的里脊肉。我们蒸牛肉就是传统的做法，吃了很多年的，一直传承下来的。其实这几样做法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已经属于传统做法了，可在那个时候绝对是杠杠的创新派。能把牛肉做出这么多五花八门的吃法，让大马哥家瞬间脱颖而出，成为整个菜市场最闪亮的星。它这一款拌肉是没有蒜的，然后它的辣椒油非常的香，肉也非常的劲道，吃起来味道比较足。它牛肉卤过以后，然后拌起，然后那个汁跟它那个芹菜配合，味道很可以。大马哥现在已经传承了四代人了，从初代的菜场摊贩到后来拥有了自己的店，大马哥一路走来都是稳扎稳打，淡泊名利，明明可以靠资历，偏偏要靠实力。在店里绝对看不到任何百年老店的字样，要不是跟厨师小哥聊起，根本不会知道他原来开了这么久。小哥说，大马哥一家人都认为这么多年来被食客的认可只能是过去的辉煌，光靠以前的口碑终究会坐吃山空，只有做好现在才是可持续发展。说简单点，就是只要做好味道，其他都不重要。